聞到沖咖啡加啲奶嗰啲味咧，即刻衝落嚟要飲奶奶。你咪想飲啊？飲少少好啦。OK， 飲啦，飲啲啦。每日沖完杯咖啡咧，就會過嚟呢度做任務。因為最近玩緊呢個 X 嘅遊戲啊，佢每日咧 check in 做任務啦，佢就會賺到一啲分數。個分數咧其實係可以我哋換翻錢，喺加密貨幣嘅錢嚟。咁呢個係一個新嘅遊戲模式啦，叫 Play to Earn。其實我都係近排先留意到呢樣嘢，跟住走去試下玩呢個 game， 跟住一玩就停唔到，因為每日都要入去做任務啦，完成啲 task 啦，咁我就可以賺到嗰日嘅一啲錢啦。早上呢個時間咧就係我嘅 me time 嚟嘅，因為大少同二少咧，其實佢哋都係開始十一二點先開始活動。咁我呢個時間咧就會自己可能睇下啲股票啊，處理一下啲買嘢啊，咁又會睇下有咩拍片題材或者剪下片咁樣咯。同埋我就中意喺呢間房嘅，因為呢間房係有啲陽光啦。而家一點啦，咁我今朝飲完杯咖啡之後，直到而家都未食嘢嘅。尋日我哋就有 friend 過嚟同我哋打邊爐啦，咁啊食剩咗啲嘢，咁而家晏晝就食埋嗰啲丸啊、啲牛肉、啲菜落埋去就食啦。呢碗係我嘅，我就會中意食撈烏冬，咁咧仲可以慳翻啲水。煮我大少同二少嗰碗，睇下你先，咩啊？梨花家香。谁呢？二熱啊！我哋晏啲先可以去奧利蘭。係咪啊？哎呦！哎妈！
咁咧買咗之前買咗一 pack 牛當啦，我諗就咁煮翻熱佢，因為佢有曬汁熱好曬啦。咁煮翻熱佢，就擺上啲飯面食就搞掂。燒嗰啲咁啊，唔知點解覺得嗰啲咩漢陽丸嗰啲咧，中學應該會食過，好似好多呢啲咁樣嘅肉嘅。其實如果真係加啲洋葱，應該就好似得嘢加咁。不過可惜我今日冇曬洋葱咯。我哋因為咧啲家當送未嚟咧，我而家煮飯仲係要用個兜咯，冇電飯煲，好傳統。因為有啲辣腸味，係咯，好嘢。點解？真係甜得滯，唔得。唔甜啊，係啊。有啲辣腸味咁，下次唔會買，因為唔係日本味嘅。嗯。唔知牛當啊嘛，仲有一盤。咦？食雞雞喎！堅持的地方，他真的告訴我他要吃那包雞，然後就會一直看著看到我給他位置。坐下，什麼事啊？就看看他看到什麼時候。不吃了，今天吃了很多東西了。東東啊，你睡覺，吃啊，睡吧，你看到妹妹妈妈还在睡觉，妹妹妈妈好了好了，睡觉了 OK， 春龙包呢都是会睡在我的被窦里面，你要盖住自己的头咯，但是今天捐了下去个皮袋入面。你入了皮袋的，你错了。